把这个录像打开。好，我们先从这个美人鱼开始哈，扩一下胯部。好，两手呢放在自然的放松在你的膝盖上。好，去感受一下自己的这个坐骨，是不是两边的坐骨的高度不一样？然后有意识呢，把这个两边的坐骨都平衡一下。感受到自己的呼吸。沉肩一下，放松一下自己的肩部。想象你的肩膀一直要去找地面的感觉。好，同时呢，平衡一下两边的坐骨，这个端正一下你骨盆的一个好机会。我们再来两个深呼吸。好，不用睁开双眼，我们就自然的去换一下这个膝盖的方向哈，把两个膝盖向相反的方向折叠的感觉哈。然后呢，我们也是调整一下坐骨，能感受到你两边的这个胯部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尽量的让两边的坐骨呢都贴到地面去。然后要放松你的肩膀，感觉手肘是沉下去的，肩膀是沉下去的。放松眼睛上的肌肉，调匀自己的心跳，调匀自己的呼吸。我们再来两个深呼吸。好，慢慢的睁开眼睛哈，我们再把膝盖往相反的方向折叠哈，来到我们这个美人鱼的这个运动体式哈。你先是把两手呢放在你的这个左膝盖的两侧，我们抬起来右膝盖，右脚跟在地面上。直起来手臂，手肘不是弯曲的，在这里呼吸，充分感受到这边右胯部的一个这个伸展啊，就充分的打开右胯部，再给两个深呼吸。好，我们要一上一下了哈。右膝盖点地，右脚跟起来。好，一个吸气，右脚跟点地，右膝盖起来。我们做十、九、八、七、六、五。四 ，Mary 的肩膀要放松一下，对，调整得很好。再来三个，三、二、一，好，慢慢的，我们胸椎抬起来，一个手呢放在我们这个右膝盖外侧哈。左手放在左膝盖外的上面，然后尽量的把这个右坐骨呢往地面上去沉，不断的调节你的这个骨盆的一个机会，再给自己两个深呼吸。好，我们换一个方向哈，两个膝盖向相反的方向，两手在另外的一个膝盖两侧。好，我们打开左胯部了，左膝盖去找天花板，然后左脚跟是在地面上的。
手肘是不弯的哈，但不要耸起来肩膀哈。对，我们在这里三个深呼吸，想象你的这个呼气呢，是从你打开的这个左胯部出去的。再来一个深呼吸，好，慢慢的左膝盖点地，左脚跟抬起来，好，我们来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好，我们直一下胸椎，然后两个坐骨都在垫子上，给自己三个深呼吸，调节自己的呼吸频率。好，我们换一个膝盖的方向了哈。这个呢，需要我们的这个身体往前倾了，因为我们要把后面的腿延展出去了哈。还是两手在你这个膝盖的前方一点点，在它这个膝盖的两侧哈。我们要把这个右腿呢伸展出去。对，先在这里静止不动，三个深呼吸，尽量让你的这个。胸椎哈，来，好像有点这个，匍匐的感觉哈。三，二，感觉你的这个腹腔呢都贴在你的这个大腿侧了哈。一，好，我们要抬起来，右腿一高一低哈。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好，保持静止不动，三个深呼吸，挑战一下自己哈。很能锻炼你的这个腿的力量和臀部的力量。三、二、一，好，慢慢的，我们直起来胸椎。好，我们换一个方向了哈，直接把腿折叠去另外一个方向。然后这个手呢是在你的这个右膝盖前面有那么一拃的距离哈。然后是在你的膝盖的两侧，然后让胸椎往下一点，有点匍匐的感觉哈。好，我们直起来，左腿。如果是你这个左腿伸不直的话，不要紧哈，不要强求哈，因为这里挺挑战的。好，我们在这里三个深呼吸，把这个左腿一直悬在空中，三。你的胸腔是在这大腿，这右大腿上侧的，二，紧紧的贴着右大腿，二，一，好，我们抬起来左腿，然后高低起伏一下，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好，左腿悬在空中，三个深呼吸，充分感觉自己的这个腹腔的呼吸。好，慢慢的胸椎抬起来，
我们再把这个膝盖的方向换一下哈。现在我们把这个坐骨呢都是往垫子上，两个坐骨都保证在垫子上哈，然后两手平衡一下，伸展一下，对，现在这里呼吸，尽量让你这个右坐骨往下一点哈，因为我们这是左膝盖，弯的比较大，所以说呢，这个左坐骨呢是很自然的在垫子上，那右坐骨呢容易翘起来哈。好，我们两边伸展一下，左右像不倒翁一样，十、九，视线呢从左手看到右手，八、七、六，你这个坐骨呢也是左右晃动，一个在垫子上，一个翘起来，不倒翁一样，五、四、三、二、一，好，放松一下，我们换一边哈，两个膝盖放相反的方向，然后你自然的就是学会呢，是下意识的去看，感觉自己的这个胯部和这个坐骨哈，这两边的坐骨的高度是不一样的哈。好，我们在这里平衡一下手臂，然后尽量让你的这个坐骨的方，这个高度是一致的，两个坐骨都靠去垫子，尽量的坐，就是完全贴在这个垫子上。好，我们左右晃动像不倒翁一样，十，视线从右手看到左手，九，八，两边的坐骨高度就不一样了，现在哈，因为我们这个是在运动中的一个提示。七、六、五、四、三、二、一，好，两手放松一下。好，我们还有一组这个美人鱼式哈，两边的膝盖再换一个方向。好，我们现在呢是一个放松的一个体式哈。两手呢，尽量呢，在你的这个左膝盖的前方伸展开。好，额头放松一下。你这里能自然的感觉到你这个右坐骨翘起来了哈，就完全放松左胯部的一个提示。再给两个深呼吸。好，我们要把这个手呢往身后走，这是一个打开身体侧边的这个肋骨的一个提示。身往身后走之后呢，再把手肘放松，额头放松。能感受到这个身体侧边的一个伸展。再来一个深呼吸，好，慢慢的胸椎抬起来了，我们换一个膝盖的方向了，膝盖方向换了之后呢，我们是手是先在你这个右膝盖的前方，放松一下，手肘放松，额头放松。左坐骨是离开地面的，充分感受到自己的呼吸，好，我们两手呢走到身后，一直延展，然后延展到不能再延展的方位的时候呢，我们放松手肘，放松额头。
再来一个深呼吸。好，慢慢的胸椎抬起来。好，这是我们的这个美人鱼体式系列哈。那现在呢是来到我们的这个身体侧边。你如果是肩膀或这个颈椎呢，如果是酸痛的话呢，你可以直接把这个耳朵放在你的这个左肩膀处哈。如果是你没有是很多酸痛的话呢，可以用左手支撑着这个脑袋，对，然后尽量让你的这个两边的这个胯部呢是一个上下垂直的一个方位哈，并不是右胯骨在你的这个左胯骨前边或者后边哈，你看能是一个完全一个上下折叠的一个方式。好，我们要抬起我们的右腿了。右腿大约是这个75度这样的一个高度哈，你在这里呼吸，3 2 1，好，我们要用右脚尖画圆圈，可以视线看着右脚尖，感受到这个右腿的一个延展哈，好，提升这个右腿力量的一个提示。这画圆圈的方向不要紧。等一下，我们要用相反的方向画圆圈。好，我们向相反的方向画这个小圆圈，不是很大的圆圈，像一个碟子那么大小的圆圈就可以了哈。再来3个圆圈。好，我们静止一下。我们右腿呢一高一低，从90度再回到75度，一高一低，我们来10 9 8 7 6 5 4 3 2一，好，我们右腿往前一点，然后再往后踢，往前踢，再往后踢，来10 9 8 7 6 5 4 3 2 1。好，我们让这个右腿呢往下一点点哈，就是这么一个很小的这么一个15度的一个角哈。好，我们弯曲一下膝盖，然后再踢出15度的脚，弯一下膝盖，再往旁边踢出去。我们来10 9，你这个弯曲这个膝盖是朝天花板的哈。8 7 6 5 4 3 2 1。好，让这个右腿是一个15度角以后呢，我们把胸椎呢落到地面，然后额头放松在地面上，还是保持你的右腿是悬在空中的哈。我们在这里呼吸，3 2 1，还是保持右腿先悬在空中，我们用手肘做支撑，让胸椎抬起来，在这里呼吸，3，然后看，感觉一下自己的这个
胯骨哈，胯骨可能是左边的胯骨在地上，而是右边的没有。那我们要相应的调节一下，两边的胯骨都在垫子上。最后一个深呼吸，好，我们要踢一下右脚尖哈，只要稍微有点高度就可以哈，就是锻炼你这个臀中肌、臀小肌的一个很好的体式。我们来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好，慢慢的右脚放松一下，两手呢放在垫子上，我们把臀部抬起来，做一个婴儿式的拉伸，在这里放松两个深呼吸，完全感受到这个背部的一个拉伸和小腰部的拉伸。好，我们来到我们的这个下犬式哈，好，脚尖点地，臀部抬起来，下犬式拉伸一下，感受到这个腿部外侧的一个筋膜拉伸，再给自己三个深呼吸，尽量让你的脚跟落到地面去。好，慢慢的膝盖落下了，我们到身体另外一侧哈，刚才是你的这个左侧在垫子上哈，现在是换到右侧在垫子上了。如果是你的那个肩颈有点紧张的话呢，就可以完全是可以落在这个手臂的，完全放松的哈，或者是用右手支撑着耳朵也可以的。好，我们把左腿抬起来，大约这么75度的角哈。现在这里呼吸，然后看一下你的这个胯骨呢是不是上下完全垂直的哈？三、二、一，好，我们绷一下左脚尖哈，感觉这个左脚尖。是绷得远远的感觉哈。好，我们画圆圈，画一个碟子大小的那个圆圈，好像这个左脚尖是那个画笔的笔尖一样。五、四、三、二、一，好，相反的方向画这个圆圈，五。四、三、二、一，好，左脚尖还是绷直的哈。好，我们一上一下，一个90度，再回到75度，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好，我们稍微落一下这个脚尖哈，然后膝盖弯曲，指去天花板，然后踢直以后呢，再弯曲。我们来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哦，刚才漏了一个哈。再把脚尖回到这个75度哈，
我们是要往前踢再往后踢哈，好，往前踢然后往后踢，用运气的方式哈，吸气往前踢，呼气往后踢，我们来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好，左脚尖回到一个，能看是这个左腿是与地面平行的一个高度哈，你这个角度就是一个相对性的，它大约15度角。好，然后我们胸椎要往地面了，先是完全放松一下，手臂伸直，额头放松，然后感觉一下自己的两边的胯骨是不是都在地面上了，在这里呼吸，三、二、一，好，慢慢的胸椎抬起来。我们用手肘做支撑哈、我们来给自己的这个左腿一个高度，十、九、上下高低，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好，慢慢的放松一下左腿，然后两手放在垫子上，我们来一个婴儿式拉伸。在这里能感受到这个小腰部特别舒服，然后一个背部平直的感觉。好，来到我们的下犬式了，脚尖点地，臀部起来。完全拉伸一下你这个大腿后侧的筋膜。再给自己两个深呼吸。好，慢慢的我们来到我们的这个桌面式哈。好，桌面式之后呢，我们是左右晃动一下，来放松一下我们的这个胯骨。好，我们还原一下，前后晃动一下，感受一下自己这个手腕和手臂的力量。好，回到我们的这个桌面式哈，右手呢放在你的鼻子下，左手伸展去天花板，然后左手来换右手，右手高举。好，我们做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好，来到我们的婴儿式拉伸一下，完全放松你的额头。再给自己一个深呼吸。好，我们胸椎抬起来，我们把身体这个臀部呢放在垫子上，腿伸展出去。好，我们先是一个折叠哈，给自己身体一个折叠，
好，两手呢可以搭在你的脚的外侧，或者是搭在脚尖上，好，尽量让你的这个背部好像是延展到前方的感觉，尽量让胸椎去找膝盖。充分感受到自己的腹部的呼吸。再来两个深呼吸。好，慢慢的胸椎抬起来哈。我们让两手呢在这个身体的后边，右腿斜跨一下，左腿斜跨一下。我们来把脚踢出去，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好，胸椎抬起来。好，我们右手呢放在我们的这个左脚的外侧。左手举去天花板以后呢，再落到前边。先在这里呼吸一下。好，吸气，左手高举一下，好像去到身后，然后呼气，再回到脚尖处。吸气，回到身后，呼气，来到脚尖处。我们来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我们直接换手了哈，左手放在右脚外处，右手在身后，以后呢再去到脚尖。我们先在这里呼吸一下，感受到这个肋骨处的一个空间的展开。好，我们做伸展出去，右手到身后，哎，来到我们脚尖处。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最后一个，好，我们两手呢再搭在我们的这个脚的外侧，再给自己身体一个折叠。两个深呼吸，充分感受到自己腹腔的呼吸。好，慢慢的胸椎抬起来哈，我们来到我们的臀桥了，然后把这个膝盖是去天花板的，臀部放在垫子上，脚跟放在垫子上，两手是自然的搭在这个垫子上的哈。好，我们先是用右脚的脚跟呢搭在我们的左膝盖处。好，慢慢的臀部抬起来了，不用抬得很高哈，大约就是30度的这个背部和地面有个30度的角落一样。先在这里呼吸，三、二、一。好，我们的臀部呢慢慢的抬高一些，然后再回到30度。背部抬起来，再回到30度。我们来十、
9 8 7 6 5 4 3 2 1，一个缩臀哈，收腹的感觉。5 4 3 2 1，好，慢慢的臀部落下，右脚跟落下，好，换一个哈，左脚跟了，左脚跟在你的右膝盖上，好，臀部起来，背部离开地面，是这个下背部和这个小腰部离开地面哈，撑个30度，先在这里呼吸，3。收一下臀部，缩一下臀部的感觉哈。2 1，好，我们让臀部一高一低，上下。10 9 8 7 6 5 4，这蜜桃臀慢慢就练起来了哈。3 2 1，好，慢慢的臀部落下，左脚跟落下。好，我们再来我们的臀桥式哈，把脚跟呢往你的臀部走一走，这么几寸的距离哈，然后你用指尖呢指去这个脚跟，然后再让脚跟再往臀部走一点点，好像你的这个手指尖已经能触摸到你的脚跟了，然后把把手指尖落下。好，我们也抬起来我们臀部了，然后让肩胛骨呢在你的这个背部下面，然后往里缩一缩你的这个两个肩膀哈，在这里呼吸，3 2 1，好，我们臀部一落一起来，10 9 8，更能感受到这个缩臀的这一个效果了哈。7 6 5 4 3 2 1，好，臀部呢不完全落到地面，我们要把右脚踢去天花板，臀部一起一落，10 9 8 7 6 5 4 3 2 1，右腿落下，左腿起来，我们高低臀部一高一低，10 9 8 7 6 5 4 3 2，微微你那腿尽量直一点点哈，最后一个，好，左脚落下，臀部再高一点点，在这里呼吸，个静止不动的一个，10 9 8 7，好，臀部往下落一点点，但不完全落下。在这里5拍哈，5 4 3 2 1，好，慢慢的落下，你的臀部
两手抱膝一下，左右晃动一下。接近按摩一下小腰部。好，我们还原一下哈，两手呢来到垫子上，两脚踢去天花板，我们抬起来我们的臀部，一高一低抬起来，用这个脚的这个踢力做引导哈，来抬臀部，来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好，两手抱膝一下，左右晃动两下。好，还原一下哈，我们两手呢只抱住这个左膝盖，右脚延伸出去。抬起来胸椎，在这里静止，动作静止，保持自己的呼吸均匀和流畅。三、二、一，好，我们换腿，我们快一点做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抱住你的右膝盖，在这里静止，动作静止，保持呼吸。三、二、一，好，慢慢的胸椎落下，两手抱膝。左右摇晃一下，好，我们的脚跟落在地面，好，两手呢伸展出去到你的头顶，先在这里呼吸，三、二、一，好，脚跟踢出去一个75度一个角哈，好，我们胸部胸椎抬起来，让手指尖去找脚踝一样，十、九、八、七、六、五、四、三，增强你的核心的力量，腹肌的力量哈。二，最后一个，好，脚跟落下，手还是高举在头顶上的，先在这里呼吸，调匀自己的呼吸。好，我们脚跟起来了，膝盖呢成一个90度哈。好，我们手指尖好像去找脚尖一样，我们来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好，手指还放回头顶高处哈。好，我们把膝盖打开成一个蝴蝶腿。好，我们来手指找脚尖，来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好，慢慢的两个膝盖合拢一下，两手抱膝，左右晃动一下。
啊，如果是有一个小时的话，我们还会再做一个这个，练一下腹肌哈。但时间的关系，我们先脚跟落下，放松一下，然后身体呢转到一个你比较舒适的一个一边，两手放松一下，肩膀放松一下，来到我们一个侧睡的一个体式。好，慢慢的胸椎要抬起来了，来到我们一个自然的一个盘坐的一个，很放松的一个体式，两手搭在膝盖上，感受到这个，两边的坐骨都是完全放松的，肩膀是放松的。好，两手合十在胸前，让大拇指盖着第三只眼，调匀一下自己的呼吸，感受到自己身心的宁静。好，无比的珍惜感恩，谢谢大家。